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呢咱们继续打暗影之师的第二期。上一期呢打了一下，我说这个游戏像炉石传说，有的朋友说你这个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它不像炉石，它就是暗影之师。那咱们就暗影之师啊，咱们从此之后再不提炉石。今天咱们干什么？今天我想咱们继续打故事模式。好，咱们马上进入。咱们还接着打阿丽萨的第一章，第三章。好，咱们开始喽，看看怎么样啊？我主要是对卡牌还不太熟悉，所以呢，咱们边打这个故事模式，边熟悉卡牌。咱们打第三章，灵芝少女 ，Let's go。这是选择我用哪个套牌？别人我现在还使不了啊，只能使阿丽萨。那咱们就阿丽萨喽。默认套牌，哎，是不是说我可以定制自己的卡牌呢？咱们先默认套牌吧。好，开始故事模式。我的朋友还没有增加呢，不过散步呢真的是很有意思。阿丽萨，怎么听着像个女孩子呢？哦，这个女孩，她叫 Luna 啊。你在干什么？怎么是一个人呢？你这个大姐，你是谁？我叫阿丽萨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Luna， 小 Luna。Luna， 你的父母在哪里？没和你在一起吗？在一起啊，爸爸妈妈一直都和我在一起呢。什么？你说你的父母在一起？他在这附近吗？ルナちゃん、危険な怪物がうろうろしているみたいだから、早くお家に帰った方がいいよ。ルナちゃん、最近可是有不少的危险的妖怪，赶紧回家比较好。なんで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是想说，露娜酱，你如果遭受到了袭击，不是很危险吗？你这个大姐，你说我如果遇到危险的话，你会很悲伤吗？当然喽，所以呢，你赶紧回家吧。也就是说，大姐，你喜欢我吗？自恋狂，你能成为我 Luna 的朋友吗？当然没问题。如果出现坏的怪物，我呢会保护你的。大姐，你真的是太亚萨西了。亚萨西就是说你特别的平易近人，我呢特别想交像你这样的朋友。谢谢了。お姉さんのこと。那么大姐，关于你的事呢？我要杀你，我要杀你。哇，这吓我一跳啊。那咱们开始啊。你说什么？他是个妖怪，你干什么？なんで？ルナちゃん？ルナちゃん，你要干什么？大姐呢，你和别人不一样，你对我呢非常的和蔼可亲，所以呢我要杀你。ルナ、お姉さん好きだよ。だから死んでね。我呢因为特别喜欢你，所以呢你去死吧。やめて、何言ってるの？你别这样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結局、お姉さんもルナとお友達になってくれないんだ。结果大姐，你还是不能和我成为朋友呢，这是为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撒谎的人我可不喜欢。这个女孩子是谁？看来我必须要战斗了。那咱们开始啊。我这个家伙是谁？好像这里面有好多的卡牌啊。我调查一下，好像这个游戏有400多种卡牌。咱们一点点来啊。
咱们先打这个 Luna， 我先攻。爸爸妈妈请保护我哦，他还需要人保护啊。我看啊，这三张牌都不错，咱们换掉一个战士算了啊。好，决定。我换了个五费，这不如那战士呢。咱第一轮没法出牌，咱们只能结束。你能成为我露娜的朋友吗？这一边打仗一边还老说话啊！我看我出哪个？埃鲁夫嘎多，咱们出战士算了 ，fighter。交给我的宝剑吧！哎，没结束，再来啊！私寂しいの，我很孤独。这个露娜谁啊？怎么说的话这么可怕呢？我看啊，咱们再出エルフガード，他可以守护，守护相当于，相当于咱不提其他游戏啊，什么都不相当。我再出一个一费的，这是女精灵。然后咱们的战士攻击，我给点命，咱们打露娜啊。好，咱们回合终了，敌人的回合，他打我的战士啊。露娜这个女孩的牌怎么都这么可怕呢？她是谁到底？好，我出这，哎，这稍等，我不出两费，我出两费的话能把他这个卡牌干掉，但是我就没法出了，所以呢，咱们出大狼四费啊。西刀，你好过分！好，咱们回合终了。Oh my toss！ 我要打死你！这个游戏怎么？这个《卡拉克塔》里面的解说这么多呢，不能够认真的玩游戏吗？咱还出大狼啊！大家请看，这大狼属性就是说，我当我出另外一张牌的时候，它呢会自动的攻击力加一，非常的好啊，而且还能进化。那咱们进化啊！哇，这个狼进化完很酷啊！那咱们再出一张牌。同时大狼攻击，我看啊，大狼打谁啊？直接把露娜拿下算了，七加一拿下。他一直在喊爸爸妈妈。 You win。 咱们看看露娜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啊。太好了，我获胜了，获得20个卢比。卢比就是卢布啊，就是金钱吧。然后咱们进入，哎，稍等，有个 mission 确认，就是说任务确认，我看一下啊。这个是要获得一胜，在排位赛或者说自由比赛或者说竞技场。然后这个是 account 联携，就是说我要和我的 Facebook 啊等等进行联携，这咱不做啊。这个是 Tiki 的编程啊，这是咱的任务啊。好，咱们 Tiki 变身。露娜，露娜，你不要再这么做了。大姐，你真的是太过分了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把你杀掉呢？而且露娜说话有点奇怪啊。阿丽萨说，你为什么要杀我呢？露娜，不死的话你就没法和我在一起了。爸爸妈妈已经死了，他们一直和我在一起呢。我这听着有点吓人啊。所以呢，我并不感到孤单。露娜酱，你错了，你不应该这么说。如果死的话，那就永远的分别了。什么？
生きててほしいの。だって生きてないと一緒にはいられないから。若是你喜欢的人呢，一定要让他活下去。如果他不能活，那就不能在一起喽。ルナちゃん、好きな人を殺しても一緒にいられないんだよ。ルナちゃん，你把你喜欢的人杀掉的话，你就不能在一起喽。死んじゃったらそれでお別れなんだよ。如果死了，就真的分别了。大姐，你说的不对，爸爸妈妈一直和我在一起，我呢一直不感到孤单，我一直不孤单，我不是一个人。そうやって自分に嘘ついてるのね。这么说你自己是在撒谎呢？違う。不是的。違わないよ。ルナちゃんの気持ち、私よくわかるの。并没有错，露娜酱，你的心情我呢非常的理解。大切な人を失うってすごい怖いよね。目を背けたくなる気持ち、よくわかるよ。最重要的人失去，肯定是非常的可怕。你呢不敢面对，我呢非常的明白。でも、ルナちゃんも本当はわかってるでしょ。ご両親はもうとても遠い場所に。ルナ，你应该知道吧？你的两亲，你的父母已经在遥远的地方了。你说的不对，说的不对，说的不对，你根本就不了解我。你根本就不能进入到我的心里。这露娜是谁呢？露娜，你等等等等，你别走，她都走了。露娜酱，如果非常重要的人死了的话，那就是再也见不到了，再也。这章结束啊，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灵芝少女。下一章黑龙，解放下一章。稍等啊，大家稍等，我呢返回一下，因为我的卡牌好像说可以编程是吧？所以呢，咱们试一试啊。卡斗，然后选择编程，我编一编啊，新规做成。欧玛卡塞，这就是说交给电脑做，咱们选择新规，咱们自己来啊！我试试啊。目前咱们选择第一个阿丽萨，我看啊，这是我目前的牌吗？对不对？哎，目前我只有两页是吧？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这个牌的显示的过滤器，这咱不管啊。就这样的说，我看啊，咱们先来个一费的哥布林，哥布林，咱们来两张，然后呢，这是水之仙女，一费很重要，咱们也来两张，然后这个是战士，也要两张，哎，这一共能多少张？哦，这儿呢，一共四十张啊，那咱们来啊，战士也两张 ，Woman no izumi， 这干嘛的？自己的回合开始时，随机给自己的随从增加一个攻击的一个防御，这不错啊。那这咱们多来几张，这个来三张，然后这是干嘛的？增加两张牌，这是干嘛的？在这一轮如果有两个人。如果使用了两张卡牌，那么会增加一个攻击，一个防御，同时增加守护，这个不错呀。这个呢，会攻击对手两个生命力，这个好啊。这个三张咱们都要。接下来，哎，稍等，这是，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是直接攻击一个敌人，然后呢损失两个生命力，这个咱们要啊，这个非常好使，这个咱们要三张。战士，咱们再要一战士，咱们先甭要啊！现在咱们十七张。接下来，流浪的佣兵，三费。哎，三费咱们也要啊，要三张。然后这是干嘛的？攻击时还能抽一张卡牌，这个咱要。哎，稍等。哎，
稍等一下。然后这是大汉四费三四，这个咱们先来，这个咱们先不要。这个大狼好，这个大狼说，如果有敌人，不是敌人，如果有自己同伴的卡牌放下的话，他会免费增加一个攻击力，这个很好啊。咱们多来几个，现在是26张。天剑乙女 Tenken Otome， 哦，这是守护神，这个，相当于是另外一个游戏里面的嘲讽是吧？嘲讽，咱不提另外游戏啊。咱们要它。然后这个大树是干嘛的？如果有两个卡牌使用的话，它呢会增加两攻，增加两守，也不错。然后这个六费是随机给一个对手呢增加一点伤害，然后呢持续两次，这太棒了！咱们多来几个。咱们现在35张，还差5张啊。这是干嘛的？这六费哦，给自己的队员+1/+1。这个没必要吧？稍等啊，我现在低费的有点少啊，那我再加点低费。战士咱肯定要。这个是抽2张牌，加守护。哥布林再要一张。还差3张牌，加守护吧。39，还有最后一张，再来个大汉算了。这个牌是四费，然后呢是3攻4守。好，这个套牌咱们试一下，我不知道怎么样。哎 ，Dicky 确认啊，可以确认。好，咱们保存。起名字，咱们就叫这个艾鲁夫算了啊。艾鲁夫的意思就是说精灵、小妖精。好，咱们保存 ，Dicky 保存艾鲁夫。哦，我获得了一个报酬。OK， 咱们存完一个艾鲁夫，然后我稍等啊，我再看看我这商店，咱们能不能再买点牌啊？我看啊，卡牌包的购入，这儿有两个卡牌包。这还是个新卡牌包，咱们可以通过钱买，还可以通过这个票买。我现在有21枚票，咱们通过票买吧。我试一下啊，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，咱们试一下啊。购入，买几包？咱们就先来一包，是不是？是，哎呀，妥的。哦，咱们开牌是吧？这个和另外一个游戏有点像啊。咱又提另外游戏，咱开啊。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哦，一下开8张，那咱们先把翻一张。5费35，3费23，6费55。这是4费多少？没看清，四费是3攻4守，两费。这干嘛的？6费11，这牌能叫好牌吗？我看他干嘛的？哦，给自己其他牌增加一攻，增加一防，这叫好牌吗？他可是六费啊！其他牌这个咏唱，这干嘛的？这都是妖怪的名字，这我都不知道。这妖怪名字太难念了啊！这个是火热，火热之术啊，给对手增加2伤害啊，这个咱有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这些卡牌感觉一般啊。咱刚才买的是这个，咱们再来包这个不行。哎，我持票怎么变19了？刚才咱不是21吗？不管了，咱们再买一包啊，再买一包。消费一，购入，看这包，打开。这个游戏不氪金的话，估计抽不到什么好牌啊。咱们从这儿翻算了。教会3费4费，哎，不是一下翻2张还？这还有野猪，
哎，这个七费，好看一下吧。这个五费居然给对手的异体造成破坏，这还有这个复响状态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复仇状态，自己的 leader 就我自己呢，体力弱十以下的时候呢，会进入到这个复仇的状态。我天哪，报仇状态啊！哎，稍等，大家请看，我的这个牌是银牌是吧？这有颜色的，它分铜牌、银牌、金牌，还有稀有。这张牌算什么牌？这张牌算稀有吗？它长得和其他牌它不一样是吧？这个牌看来不错，咱们抽到几个银牌啊？好，咱们 OK。咱们再抽一包，哎，稍等啊！哦，我这个票还剩18枚，这个票还剩20枚，原来如此。那咱们再抽一枚，再抽一次啊！够肉，再来一包。翻牌。哦，我抽到了黄金，我去，我看看啊，这是干嘛的？这是辅助牌，自己的轮开始的时候，自己的回合开始时，可以出现突风的斗拉宫，出现一个突风的龙。我还有两个黄金，烈火的魔弹，这叫什么牌啊？这应该叫辅助牌是吧？就两个黄金，太棒喽！那我现在换一下我的卡牌算了，我编程一下，刚才咱的牌，把这个黄金加上，编程 ，Dicky 编程，我看啊，我这儿得先去点谁啊？我去几个高费的算了啊，去掉这棵树，我看啊。这棵树是加二加二，还不错。守护去，哎，稍等。这个剑要去掉一个守护，然后加一张对手的随从，造成3点伤害。然后这个随从进化后，这个伤害呢就变成5，很不错，把它加上。然后，咱们的黄金卡牌，这是什么？六费，哦，这是守护。咱们现在还没有六费的是吧？咱们现在最大是5费。这是抽两个张牌。这六费是干嘛？我看一下啊，就是守护。这个黄金卡牌干嘛？这个叫做。方法嘞，对手的随从一体攻击不能啊，让对手不能够攻击。如果呢是攻击力3以下的时候呢，就不但是不能攻击，而且呢还让他放回他自己的手中啊，把这牌给他退回去。来一个吧，哎，这牌还能分解，这不分解啊。那我替个谁？我看啊，咱们只能替大牌嘛，替这棵树吧。哎，稍等，我这有6费呢。哦，这个射箭，把这个射箭拿下来，替这个黄金卡牌，这应该不错吧？我这银牌还都没出啊，这银牌这干嘛呢？我再拿个射箭，我再上个银牌更好吧？不知道啊，我现在还是个初学者，咱们试试啊，保存。好，返回。那咱们有新的卡牌，咱们再试一试啊！咱们再打一局，咱们还来故事模式啊！哎，稍等啊，来吧，进入，看看怎么样啊？阿丽萨，进入下一张黑龙啊！用哪个卡牌？就刚刚的卡牌。Let's go， 进入故事模式。Last word。露娜酱，大丈夫かな？露娜酱，没事吧？来坏人了，又是这个坏人啊，还来了3体。またこの怪物。
罗扎利亚，我都跟你亚达诺。又是这个妖怪，你把我的朋友罗扎利亚带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这个妖怪还不乐意了啊！敌人太多了。大丈夫か？下がってろ。没关系吧？你撤下来。来个男的啊。好的，我撤。谁来了？哦，英俊少年。哎，咱们不会说操作这个男的吧？自分の前で誰かが傷つくのを二度と見たくないんだ。你赶紧跑吧，在我的面前，我可不想让第二个人再受伤。说明以前在他的面前有一个人受过伤啊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でもあなたは？谢谢你，但是你是谁？心配ない。ここは俺に任せろ。不要担心，把他交给我吧。来，怪物！この俺が相手だ。过来吧，怪物，我才是你的对手。行くぞ。走，让咱们……哎，不对啊！我要是用这个男的的话，那我那卡牌用谁的卡牌？不知道啊，咱们试试啊。なんなの？何も見えない。怎么回事？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我这男的是条龙是吧？对手消失，妖怪消失。哇，看来咱们不会打这条龙吧？黑龙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咱们要打黑龙，看来咱们面前的对手并不是咱们的对手啊！永远有坏人出现。哟，咱们这回后宫，咱不是先宫啊！这三张牌我都不要，这都是三费没用。我天哪，换了个五费六费，咱们试试啊！对方十五不好打，对方上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看看啊，对方上的这是觉醒，他出张牌，咱们一费，一费上哥布林。哈哈，我发现了好东西，上哥布林就小偷嘛，对吧？好，咱们下回合。这又来谁了？这人是谁？我看看啊，哦，就是单纯的一攻四费，哎，一攻四防。然后稍等啊，这就得好好考虑喽。咱们上这个翁美诺一字谜，给咱们的这个卡牌增加一攻一防，非常不错啊。上，然后哥布林。攻击对方的英雄。好，咱们下回合看他怎么出。好疼。以前我倒是有过玩一个另外游戏的基础啊，不过感觉还得需要练。哇，这牌我没法出了，这是两个攻击，那咱们就攻击算喽，有点不舍得，这一下费二。杀掉一个再说。稍等。好，咱们结束。没有把他杀掉，这很遗憾啊。我得好好的适应适应这个游戏啊，还有点不太适应。哇，好疼！进化可能，咱们出牌啊！流浪的战士，然后进化。这还有个一费，把它也上来。然后咱们攻击对方两攻的这个家伙。算了，咱们攻击他的英雄，毕竟这下能打五呢。哎，不让攻击英雄，我天哪，算了吧，打这个吧。好，咱们下回合
看敌人怎么打。我被欺负了，我的牌明显不如对方多啊，这轮咱们多放点牌啊。我先放一个，我看看。二一一，咱放个五，他应该给咱能全灭掉。来这个吧，吓唬吓唬他，然后升级。Good， 好，咱们结束回合，看他怎么出。哇，七费！我天啊，他轻松把我打掉！哇，这把不好玩了啊！咱们我看啊，雾面之拳，这没用啊。先来这个卡牌，守护，然后咱们出然后升级。我看我想升级谁啊，玉命之拳先上来，然后升级他算了，把他变成五房。然后攻击，我看攻击谁啊，攻击这个，攻击这四费的。好的，他没死，那咱们结束回合。好疼！我看来我配的这套牌不是很好啊，失误了，失误了。那我上这两张牌，把这两个牌干掉，这个四攻呢，对吧？然后把它再上去，不能进化了。然后这张牌也上去，把这个一干掉，其实有点冤啊。这才一费，我这是可以消两个呢，对不对？先不出了，等下轮吧。ひどいな，咱们再来啊。太古的森神，再加两张牌。不能攻击啊！好，咱们下回合。我玩的还不太有经验啊，不好意思，可能水平有点低啊，容我好好的再研究一下。哇，我的牌可能配的不是很好啊。咱们失败了。这个牌我再考虑一下吧，可能我的牌刚才配的不是很好。一开始咱们用默认的卡牌好像还能胜，胜不了了。我呢回头再研究一下卡牌吧。那么好吧，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，谢谢您观看。我呢再研究一下卡牌，希望咱们下次取得胜利啊。那么好吧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喽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